今天是十号玩家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新游戏，太棒了，最喜欢新游戏了。那这款新游戏叫做十三号星期五。在这游戏里头啊，这十三号的星期五其实模拟是有很多，其实应该叫做国外啦，国外讨厌的一些东西，碎掉的镜子、梯子、黑猫，以及另外一种特别牌叫黑十三号星期五。那这四种类型的牌其实等等我们把它混洗在一起。那这游戏一开始它原本设计是设计给三到六位朋友，等等每回呢我们会轮流每个由某一位玩家从手牌中打出来。我这先模拟一下好了。好，假设这是 A 的手牌，今天发给你。这游戏呢一开始其实会先把牌全部发完，然后只模拟一下这游戏动作。在桌子中间其实会有三种类型的厄运，我刚刚介绍过黑猫、碎掉镜子从梯子下经过。那有一张比较特别的牌叫做十三号星期五，这张牌任何类型的牌都可以出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假如今天轮到鱼王回合，我可能先看一下我手中的牌。嗯，好，有大有小。那这游戏呢其实是爆掉就要吃牌。那什么意思？那报告爆掉是多少？你只要超过十分就爆掉。什么意思呢？有可能今天好，今天鱼王故意出黑猫类型的厄运，好，这样就他的厄运值一点，顺时换下一张。如果今天子婷也愿意出这张黑猫呢，他就会压在我黑猫这一排，这一排哦。那像厄运值就来到了五点。那你说，那其他没有出的呢，都是等于零点。只要某一位玩家在某一次出牌出给他超过十三点，那一位玩家就要把超过的牌全部吃掉，所以他就是遭受到大量的扣分的厄运值。瞬间鱼丸酱的出碎不掉进去，那他就直接来到了十一点，好，这边换，好，所以我就爆动，好，这样是六点，那这边我绝对不用，我绝对没有偷看大家的，这是刚好十三就爆，还是十三以上才爆？他说超过十三就爆，所以这样有没有包含十三呢？没有，十三都不会爆。好，我们那个十号大来宾子婷要表演如何吃蹲又获胜。哦，好，基本上这一个就是满足了。我们这样爆掉，为什么这样七加四加二加五，这样总共是十八点。爆掉的情况下出这张爆，但是实际上会把前面的人吃掉，所以子婷会吃到这么多。那也要先讲，这游戏最后结束，在每一轮计分会是这样子计算，我们会根据每个项目都计一次分数。那虽然这一次指定假设游戏结束这样吃到，但是我们会计谁吃到的最多，吃到最多的玩家那一整叠牌完全不扣分。所以我们现在计分，但是在每一轮这时候指定就会计分，我们就计每个项目零扣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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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定这一叠牌最多啊不扣分。那这张牌比较特别，它直接就一张扣两分，所以子婷就因为这次的厄运值就让扣两分，那牌就弃掉。好，今天在三人玩的时候啊，实际上这一贴牌要实际上发成四吨，那多余的牌其实会直接弃掉。那每个人会拿一吨的牌走。那你就说，那这游戏的那我干嘛发第四吨？是因为这游戏的牌我们会有直接有部分量的牌是不会用到的，就直接把它放在游戏旁边就行了。啊，我们指定一件好了。虽然我知道七十玩家朋友什么优势，就先出一张压压惊，压压惊。最衰的就是指定刚刚输了，放我是不是？对。还没想到说我的这次厄运策略是什么，我觉得这次牌还蛮好打的啊。有气那么大。流行七七七，根据我的四四哎，才要讲四四四你就放五，对，公司好，就放五来。我，这观众以为我们在做牌，我又分不出五，来吧，一，好一一，我跟你说，七加五十二，啊一。干，我跟你。直觉都不会扣分，你知道什么？哦，是是是，怎么样？直觉都不扣分吗？对，好，对，黑猫出手，黑猫出手，哦，太好了，为了避免黑猫失败，他
为了避免黑猫吃太多，先帮他下这个啊，有没有？他等一下黑猫吃多一点的时候，就让他玩。哎呦，酒哎、欸，来10号大来宾指定要表演如何吃蹲又获胜。对，如何吃蹲又获胜？哎呦，要吃蹲，你这样吃其实很亏，因为你吃了那三张，然后又放这个，到时候你还是要把这个吃回去。不一定我吃到。人家吃比你多的话，也要吃的比我多啊。好好好，来一样东西。13啊。等到我天天会吃猪一样，怎么可能呢？9，压压惊。有吗？啊，13压压惊。谁说的？我这么吃得到？我玩那么凶。我是因为蹲总可以吧？可以啊，他不算分数嘛，他是算张数，他算张数。哦，那比较容易。对，真的超容易。又来个十一，哇！13，吃再吃，这吃就赢啦、啊！这你吃、啊，真的啊，这太容易了，这吃多、啊、吃吧。再给你吃，再给你七七，来十一，再吃。我搞毛啊！没不错，但我喜欢。十二，哇，真的吗？帮我来来，谁要吃？鱼丸大大现在要表演如何吃蹲获胜。来，鱼丸大大，你觉得吃哪一顿你会获胜呢、啊？我想一下，吃哪一顿好痛啊！总共有十二。鱼丸大大，吃哪一顿要获胜？哇哇，吃黑猫哎、欸！哇，吃黑猫！哈哈哈！老猫啊，这个大牌一定要留着。啊，13。哈哈哈！大大，三个是三，这样也13，这样也13，13。哈哈哈！不搞错。这二家还真奇怪，看两吨还扣分还一样，哇操！吃，我都吃。好，这就还好，还好。又多少？又多少？八。十，这就好了。对，你没有事吗？放完了、哦，你还帮他吃这顿，你不会吃这个吗？为什么要吃那个？我吃的还要扣1、2、3、4，你不算最后两个。对，那你先出了，要换了。没机会了，是吗？吃吧。哎，有吃那么多？就吃最后张啊，帮你扣分啊。有吃那么多，你吃又不会怎样。因为我要吃，真的会。哦，那很好，你吃，你给我去吃啊。我吃的。哦，好，吃完了，所以现在算分。先取最多的玩家，最多的，这不扣分，这也不扣分，我这也不扣分。好，所以我要扣分的就这三张。干什么？13号星期五的时候，我这样是算4分。好，第一轮是第一回合，由 Eric 暂时领先。4分，四分。嗯，你这个一。这个很难输你。仅玩过一次，仅玩过一次又要卖掉了，我不留了，不推这个游戏。